最近他们不是说有一个开示，他们说紧急情况下用心灵之密码7829，就是大悲咒念先念7遍，心经念8遍，礼佛念2遍，消灾吉祥神咒念9遍。这个是个共性还是个案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都可以用的，都可以用的。哦，七八二九大悲咒七其实遍，心经七八二八遍，九，消灾吉祥。其实七八九这个秘方啊，实际上还是很管用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哦，还管用。碰到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，想不通的时候，很痛苦的时候，你就七八二九，你试试看。哦，明白了，这就是菩萨给我们的对方啊，法啊，是因为很多人，你比方说，因为就像小房子组合一样的啦，这个七嗯，对八对二对，九就是另外一个小经典组合啦。实际上什么意思对呢？对对对。你要是7遍大悲咒、8遍心经、2遍礼佛、9遍这个往生咒消灾，啊消灾，消灾，那你这些经文，你碰到一个事情一念，就等于又加盐、又加糖、又加味精、又加把一个菜，又是菜把它烧好了。你不能说你碰到一个事情，你肚子饿的时候全部给你吃馒头，菜也没有的，也不能全部给你吃菜，馒头也没有的。听我举例子，对听对懂吗？对，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啊，就这样。